平手甚至于落后的话，哇、哦，这个球漂亮，有没有机会？射门！漂亮的一个长传球，之后到前线拿到球，精彩的射门。33号吴彦树，不得了啊！你只能说，这个球员呢，你难想象啊，他只是大一的球员而已哦。我看这个球 ，OG 的传球非常的准，吴彦树停球卸力之后，直接并不没有哦，浪费任何一点时间推射。世信男他的倒地也来不及啊。